第一个 hashtag 就是大包。大包真的流行回来了，而且好好看。啊、嗯，是之前太多废包了啦，对呀、啊，装不了东西，什么都流行都是这样啊。嗯、今天谁要准备大包？来，请。我觉得我好像也是前一段时间买了非常多小包、嗯，可是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在买包包的这个过程，都喜欢投资一些会用很久的，就是经典款，因为我很怕没有花在刀口上，以及荷包比较小，所以都是会话术。我们买包也是每一个，我们看这个我一定会用很久。但是新美姐，我就要先讲一个，我真的用很久。这个哦，这个真的可以用很久。对，这个是我真的真的真的好，这个真的真的真的这个真的超亮，而且我已经用了大概有五六年了。哦，还是很新哎。最近又开始，因为它又出了好多这个牌子，又出了好多不同的款式，都是大包，然后大家就疯狂一窝蜂的开始抢购它。又开始。可是我买的时候大概。才六万块吧，然后现在已经到八万多块，甚至我买的时候才两万块，哇！心妹姐都买在前面，这个是，对啊，在巴黎的时候，她在被。被时尚潮红，对对，民国二十年，对对，更早，对，民国初的时候，民国清初的时候，对。然后他上个礼拜又涨价了，就是又刚涨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我真的是前面眼光算独特，而且他真的轻到它里面其实当然就还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可以挂在，它超轻，对。然后就是你就是可以这样勾着，然后你如果要什么卡包啊，或是 BB 悠游卡、啊，然后我觉得我每一次工作最常用的就是它，因为其他包包真的就是它会有它的重量，嗯、然后你久了真的是会觉得自己五十斤，那、嗯、这个包包它基本上应该我觉得可能不到几克吧，几百克，几克这么轻哦，拿在里面现在是有放东西，它真的很轻，很多妈妈都把它当妈妈真的很轻，因为里面还放了一个这个，对啊，不然它根本没重量哎，对啊，它风一吹就走了，而且你说它搞不好比你一条内裤还轻，真的吗？我内裤磅数很高，所以有很多那个就是比如说刚有小孩了的时候，妈妈就非常爱带这个包，对，可以放很多。然后我个人是建议你可以这样左右都通塞进去，万一你会碰到墙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样子人家比较不好干你东西。那好，你像这意大利也有很多，我也有带一个这个去，我就把它这样夹着。不是，然后两边折进去嘛、嗯，然后再穿外套，哦、因为它很薄，所以它很容易就是塞在里面，对，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，因为其实意大利强啊，非常虽然多，真的长得好帅，对，会被迷惑是不是？技术都很好，那你这次一定有遇到喽？没有，我遇到的强啊都好丑哦。都是那种妈妈带小孩，然后小孩脏脏的，然后有大小孩，妈妈会抱一个。他们的 SOP 是这样，就是基本的那个，造型，就是妈妈背带包抱一个小孩，抱一个，对，这样，对。然后呢，就是然后牵一个，然后这个比较大的这个，这么多个，对对，就在排队啊，或者可是旁边都是在排队的人，那这个小孩刚好他的脚。它的高度刚好，刚好，然后他就在干你东西。天哪！对，但这个只要你把这种包包，因为它很好塞又轻，它虽然很好割，可是你不要让他看到你有包包，因为你把它放在外套够大就把它塞在里面，不然他们拿了之后他们还会分散。对对对对，追得到，因为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呢？一分寸哎，对，因为好几个小孩啊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值得。对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。而且因为你知道我是用了这么久，然后也看不出来痕迹之外，它完全没有要。就是要对对对，要完全没有要脱线的感觉，没有脱线，而且我用很重，它风吹雨淋都不怕，不怕，对，不怕，然后丢，然后你再擦都不会心疼，然后再来，这个是我最近刚买的，哦，好好看，然后就像刚刚那个便便讲的，因为今年不是就开始灰色系非常的夯，然后这个是今年的新色叫鸡云灰，多少钱？这个我是澳门买，大概三十出头，然后因为我其实我这是我人生都在最高价的时候买，对呀，好贵哦。就是因为我其实我喜欢这个包很久，就是我人生第一个买的爱马仕。然后呢，那以前
小时候大家都会说，你买第一个朋友都会讲，如果你要买第一个入手，可能是 Birkin 啊，或者什么 BKC 这样子。可是我自己就是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菱底，然后今年一出金云会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的颜色，因为我一直很喜欢灰色。那我妈妈也很爱灰色，她的衣柜就是黑白灰，然后灰色就是可以穿插去搭配。我觉得好像发现灰色已经跟黑白是差不多等级的色系，就是百搭经典。那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用很久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心一横把它买下来。那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刚好是新色，所以刚买，最近刚买，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。我觉得这个背起来真的是，这个很实用，好用啊，最实用。然后大包也回归，因为你看前面几年大家就很流行 mini 系列，就所有的都要背 mini。可是最近二六三十，大家好像也都还蛮热衷在收集它的。然后有一点旧，我觉得它如果用到垂垂的也会很好看，因为这个皮是比较软的那个，它会用到很软哦。对，冬天可以，夏天可以背这样，然后又软软的，我很喜欢，好看。好，下一位大包。高敏敏，我今天带来的两款大包，就其实我自己对包包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觉得是我在背包包，是包包背我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哦舒服很重要，就我自己是这样想。那因为老实说，有时候还是会不免要参加一些就是比较重要的场合，就比方说可能跟先生去什么商会啊，什么福伦社啊，或者什么东西名人晚宴啊，或者什么尾牙春酒。那但是有时候是受邀贵宾的角色，有时候可能是品牌创办人的角色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，哦，我好像应该要体面一点，但是我又不想要在这个方面花太多的心思去琢磨到底应该怎么样。所以后来我想了很久，我就跟我婆婆借包。对，后来婆婆，对，我就跟我婆婆借包。后来呢，千金难买好婆婆，感谢，然后感谢婆婆。但是呢，你的婆婆眼光要也要好。但因为我婆婆是很不拘小节的人，然后也不喜欢太过于别扭，所以她的包包大多都是这种帆布的材质，对，都大包，然后形状就是比较不拘小节，就是比较随心所欲一点的形状。然后后来他借我之后，就是有一天晚宴比较晚回家，然后我就是顺手把它放到自己的包包柜，然后放久了我就蛮常背他的包，那他就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我们新姑也喜欢我的这个菜这样子。后来我婆婆就发现，就是我可以跟他互相的背包、穿鞋，很多饰品我们都可以一起用，然后就有一种就是婆媳小乐趣这样子。哇，所以他就蛮开心，我们就蛮引咎于这种感觉。那他感觉婆婆好懂事，是懂事的婆婆，就化敌为友这种。对对对对，就真的很感谢她，因为她带了婆婆一个包嘛，那婆婆就想说，那我先去弄你珠宝。哎，这珠宝也是共享，包包可以升温婆媳的关系。就后来她就是发现我也蛮喜欢她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她最近又在入手了一个同品牌，也是类似聪明的招哦，包款。然后我们会一直买新货，就我们就可以一起，因为媳妇都一直称赞。婆婆就很有成就感，对呀，现在又来节目上说，哇，婆婆一定很骄傲，对啊，婆婆一定会在的，婆婆眼光好好哦。婆婆现在看节目中已经又在下手一个，她下次再说，下次可以拿去少女大的时候还可以。你又拿许愿说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呢？真的婆婆，不用了，婆婆，你告诉你那一些朋友，不要再酸我了，你现在懂我的心情了吧？为了上节目，我们什么包都要买。对，不是妈，这个已经够了，已经。够了，就是我们这个，因为他这个已经用了快20年哦，然后他因为要对，然后他就觉得哦，这个媳妇就好会秀猛哥，他就会觉得说，哎，他好值得再撑他一个包哦，珍藏了快20年的包，然后他觉得哦，有人喜欢，对，那他就是再添一个，对呀，所以一个包其实它因为它是帆布材质，可以用很久，可以用很久，对，所以但是我觉得眼光都很年轻啊，对啊，太好了，就是我觉得2024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好婆婆，就是我觉得是好婆婆，我觉得应该是说，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2024的漂亮就是要活出那种自己的松弛感，那种漂亮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随性舒适，对对，所以这种包就给我那种哎呦松弛感到的感觉，对。谢谢婆婆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接着下来就是刚刚的那个明明讲的那个松弛感。好，这个呢也是我在23年的时候，11月的时候在日本买的，但我一直没有机会介绍。它也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，这叫什么？菜篮子，我们就叫它菜篮子。哦，对，它这个菜篮好大。然后
这个里面有个小包，然后这边还有个 dinosaur 哎、欸。刚看到哦，那个都是自己，这是他们，这是我很喜欢恐龙，我在他隔壁的店买的一个恐龙、哦。然后他当然啦，你可以这样背，那好好看。嗯，你也可以手拎他的那个 catalog 是这样啦，就是把它这样对哦对折，很有态度的拿法，哎，真的很随性，就、嗯、像日本的那种松弛感。哎、啊，对，日本的有一些某一派的包，对，日本的手袋，还有包袱袋。可这个下来呢？这也是 Gucci， 比我想象中轻哈、嗯。嗯，这都是鞋背应该也好。去年大概圣诞节前后的一个包包哦，好好看哦。包包，它感觉就是这么大，对，这个尺寸，对，嗯，很好看吧？好看，这个好好看哦。那个也好看，这个好好看。然后它会越背，因为我买的时候还比较硬，但是背了一趟意大利以后。它就变软了，可能也是因为我把它有使用穿在外套里，还是因为很多强海这样一直摸。嗯，倒也没有，因为我们还蛮注意。OK， 好好，对，嗯，这也好松弛，好好看哦，是不是？这样够松嘛？明明它也很能装哎，是不是？好能装哦，很好，这感觉这旅行真的很好用，好好，对，很好用。然后你大概里面你可以自己分类啊，就是。分个小包啊，有一些是证件啊，有一些是钱包，好适合其实很好看。你如果想要自己就是比较，应该也很适合瘦小一点的话，不会。其实背一个大包还蛮，你看它这样子效果，不但也好，就迷比较迷你的，可以吗？而且配方玉姐今天而且配方玉的，对啊，今天鞋子很搭，对啊，今天超搭，它那个底好美哦。我们对不对呢，老师？你先来举牌，我啦，我先好了。你觉得我？对不对？你当然对啊，因为我待会就要揭晓为什么你对的理由。哎呦，对，嗯，然后那这两个都对，对，明明，那个明明的话，他的第一颗的那个大，明明是上面的很经典，媳妇啊，婆婆给的那个婆婆那给的包呢，那就是大的，就是现在的就之前的大的包款，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包款比它现在还要放大一两倍以上，所以你跟你婆婆讲说。新的负担要来了，所以呢，可以照这个型呢再去找更大的。加大。对，那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很实用、很方便。嗯。那皮革也柔软，那也是今年的一个流行的最重要趋势。是。嗯。然后好，我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大包的趋势。首先就是第一个，我刚刚为什么说新梅姐的是？哇。最主要。在这个2024趋势大包呢，弯月跟编织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这种弯月型的这个包款，就是之前都是比较小的嘛，所谓的马鞍型的包稍微比较缩小。可是像这一季呢，就是不晓得大家是开始有那种不安全感，还是说急着要出走，还是说什么东西都要放在一个包包里面，对，一日的生活圈所有东西都要放在里面，所以这包包变得很大。但是它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说即便是像这种大包，以前都会比较挺，但这次它是非常柔软。也就是比较就是像刚才那个明明讲的，就是很随性，希望你就是你很柔软，身体去控制它的形状，对，不是包来驾驭你的这个形状。然后再来讲到这个弯月包之外呢，它也有很多的这种编织包，当然是从这编织包品牌开始，对，啊，你发展你会分不出来说现在每一个牌子几乎都有这种编织款啊。然后呢，再到这种像这种夏天这种以前是放水果的这种的啊，它也是变，对，它变得更大了。你看啊，那这么大。都是有原因的啊、哦，这种像这种呢，就是比较适合这种袖笼可能比较宽的，这种对，就是用比较宽的，所以它会让你做稍微大一点点的。对。然后呢，那有人在讲说，那这个包呢那么大，那个亚洲人的身高这些可不可以驾驭哦？所以这个也就跟你的鞋子有关了。哦。所以鞋子也是又厚又大，有没有大到说你两只脚可能会打在一起？这个啊，好，这个是第一个的趋势。再来呢，这个大包的趋势呢，也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型都是之前想过的型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呢，它变得像这种托特包，它变得更散，嗯，对，更散，而且这很大哦。像在这个这个也是它变横向。现在有很多的包呢，都是往横向发展，就是形状一样，但是横向发展，所以你前后可能很容易打到人，大家保持一点距离也好了。然后像这个是就是丝巾的这种。丝巾型的这包，对，柔软丝巾包也是柔软材质，它都是比较贴你的那个身体的。好，再来水桶包跟上班通勤的公事包，我们现在看到这水桶包，这几个都是
最当红的，尤其像这一款哦，嗯，这款的吹风炮它就是不会像以前这种的这种比较看起来像水桶，有人说像是拳击啦，嗯，这稍微比较挺一点点，这是比较挺一点，但是这个包款还是比较柔软，嗯，也就是像刚才仙妹姐那个包一样，就是你怎么拿它都可以，而，就、且、是嗯、都很有对，就然后呢皮革是非常柔软亲肤的，所以不会让你觉得说很硬挺，然后你身体要去将就它，好，这些都是跟那这个都是以手提，那这个就是比较可以肩背，这个背的话就是衣服，因为像衣服都是比较蓬比较大，所以你再加上一个大的那种包款的时候，有点有像以前古代有没有，是不是那个古代的穿的衣服都是宽宽的袍子，嗯，他们可能会像希腊人什么拿一个大的这个包袱啊什么的，不管是装的食物装的什么的，他会有这样的意象的感觉，嗯，好，这些公式包呢也都是很大横向发展，但它多了一些什么，多了这些皮带带子，所以现在很多的这包款上面都会多这些环带，嗯，那这是上面的设计上面的一些新的亮点，嗯，为什么那么大，你想说那个包呢，就是我们现在以前那个小包我们都小心的呵护，哦，现在这大包我们都要小，我们都要捧着捧，哦，对，不就是要捧着它，你多大捧多大桶？这个量子够吗？老实讲，它比那个还大桶。哦，真的，这个已经算是大了，这个已经算是。青梅姐那个吧。对，青梅这是目前是大的。哦，好，你看啊，现在我这样是宽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通常的还要更大的，更胖一点，就捧是这样。哦，要对，就是。所以走路的时候要一直这样捧。对，现在都是这样子捧。说实话，你捧的也不过就是你下车走到咖啡厅，在哪里一放，也就是这样。要不然就往车上一放，小旅行这样一放，所以要厚厚大大的。哦，好好看哦。对对，它就会有一个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趋势。那但鞋子也是啦，就是鞋子，你不管是那个厚高，那个马靴啊，或者是毛茸茸的鞋子，都很巨大，像两个柱子一样。对，对不对？就两个柱子的那个靴子，就像那个方宇对，现在还有推出更大的。对，他刚刚捧欣蕾姐那个就超，那就是对，是超搭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在设计的范围里面。对，所以这个要给大家参考。当然，大家荷包也要稍微要。准备，不然就是要有好婆婆。对。为了寻找美，我来到了传说中女人的殿堂。这里藏有成为自信女性的秘密。成为自信的女人，女人我最大。